你是否想过想这样把手机屏幕投屏到电脑上，然后用电脑去反控手机呢？很简单，只需要一款控制软件，你就能用电脑去操控不同的手机。首先，在你的电脑和手机上分别安装上 Total Control 软件，然后点击手机设置，点击关于手机，敲击5到7次软件版本，直到出现您正处于开发者模式。返回设置，进入系统和更新，点击开发人员选项，开启 USB 调试开关，用手机数据线或者无线连接上电脑和手机。注意，无线连接的时候，手机和电脑需要连接相同局域网。连接成功之后，就能把你的手机屏幕投到电脑上，启用 Total Control 软件自带的 Sigma 电脑输入法，就可以用电脑去反控手机了。不限制手机品牌，不需要手机，够权限。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手机屏幕放大，同步或分开操控你的手机，体验在电脑上玩手机的爽感。Nice.